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。多亏他，我们在当地的出口批发市场确实一次很有深度的语言看点。大哥，确实很好玩，对不对 ？OK， 对。但是我们要有 van， 要有深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比科林波20公里的斯达布拉，一个藏在圣地的斯达布拉建筑。只能传授给斯里兰卡的人，大约从2000年开始，
除了租马这一派的舞者才觉得应该把这武术开放开放，他们甚至在瑞士和德国成立了相当多样的分馆。当然，要念，我要用三家为我念，才显得正统。好不好？誓言里的每一个字，暗藏很深的玄机，也是一定。Screen telefon terlalu kecil menjadikannya sukar untuk menonton filem dan hiburan menyebabkan ketegangan mata. Golden Egg, 好吃到是手指。
为了从武术中学语言，从语言中学武术，我们揭示了连英国人都害怕的千年武术Angkor Wat。但拜师之前，布鲁库玛要我们下山去学僧伽罗语，念出拜师学武的誓言，命运将引领我们去面对第一个挑战法术。这位66岁的大叔名叫沙鲁，他爬上一棵3层楼高的棕榈树，是为了收集棕榈花枝来酿酒。这种酒和椰花酒很相似，曾经是斯里兰卡人的最爱。一直到近代，棕榈花酒才被外国啤酒及其他酒类给取代。棕榈花枝的收割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切断棕榈花的花卉，就会有枝叶慢慢的枯枝。枝叶就会慢慢流进瓮里，只需大约4个小时时间就能成为成果。Savage 每天早上及下午都必须收割棕榈花枝，一次都不能缺席。如果意外的错过一次，就会影响棕榈花酒的酿制。我们在他们看到他这个动作，我们差点都没走过。来，拿出来，快点来！给他学一下啊！等等，别弄了啊！别弄，别弄，别弄！别给他进来，别弄，别弄，别弄 ！OK， you go， 你去啊！我下面帮你扶着，是我，必要有人扶着你的吗？如果答数可以做到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。然后，我们应该 no problem。